哎、欸，真的是南投哎，茭白笋啊，对，埔里茭白笋很有名。我从来没有看过茭白笋，我以为茭白笋长在树上哎。茭白笋油条。嗨，伙伴们，请为南投内湖国小的全校师生准备美味的营养午餐吧。哦，你在干什么东西啊？你要先。谁啊？哎，这声音。胖哥吗？胖哥，胖哥，对啊，那个头 size 大小。怎么长不一样？大胖哥，大胖哥哇！抹茶怪物来了，老实说，我是可兰冰，我没聊的过于痛。拐骗来，然后现在又要以为收工，然后又跟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吗？有啊，一直都有啊。是你要带我们去，还是我们带你去？其实今天来这个地方的话，是一直多年来我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地方。你有许愿啊？那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有来这边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是青霞姐跟石俊石叔一起拍的，可以看到这里上面也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对，我们要放在一起。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在这边来拍，那时候你所以华哥那时候几岁？在八九岁吧，八九岁，那康哥还是个蛋呢。对，那还没有东西。对，小康那个时候还很小，1岁吧。对，很小很小。对，但是我像我今天来这边录影的时候，我下车以后，我就闻到这边的这整个森林味道，这跟我当年那个时候记忆里面的味道是一样，没有变。哎呦，真的，嗅觉记忆。感觉你晚上会住下来？啊，不行吧？可以啦，明天再跟我们一起。不，我明天还有别的地方要去。那么久，50年呢，50年。对呀、啊，还真的没有来。我们住那边很舒服哎、欸。我知道。来啦！不行，可以啦。不，你们忙。我们演他们演当初的剧情啊。好啊。对啊。你演你演林青霞。我有这荣幸吗？哇，还是不要好了。走，Let's go。就地重游，来走吧，我们来去寻找华哥的童年。这里的树都好直哦。对，华哥一直拍照，他的回忆。我大学期哎，真的有大学期。有没有不一样？因为他从上次拍完49，他有写一个台子，就没有来过。还有红楼，就没来过新楼。小木屋。但是我们今天的先到屋，我觉得我好像观光客。哎，到了。不开进去哦。这行看，我们真的要走哦。所以我们要走进去，是不是？是，很近哦。哦，好啊，很近吗？华哥怎么样？有让你回到以前那种感受吗？有。那一部戏是武侠戏吗？鬼戏。鬼啊，会应该会这样呼飞过去，但是没有在这里面飞，没有在里面飞啊。你很可爱。可是有人会飞啊。有一点印象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旁边都是竹林，大家也没什么变。华哥前程一直拍，他一定有回忆。对，华哥，我帮你合留影一下。没关系。哎，你们说没关系，没，跟康哥也是一样。哎，搞不好以前就是拍这里耶。真的。因为我记得就是这种路嘛。他怎么了？我们遇到回应他。大这是你们在做的剧情吗，华哥？那什么黑洞老妖出来了？还是他是小帮手吗？我们上次去阿里山好像不是这种竹子哦，是神比较粗一点的木头。你们来过这边吗？没有，第一次。哎，竹炉到了。圣竹炉，哎，他竹子盖的房子。好的，究竟竹子跟你们有什么样的情欲纠葛？走快点，我们走快点，来跟上。我们这个是一个温馨的旅游，哎，来团队跟上。等他一下，等我们一下。我们在赶华哥吗？他们逼我们要快。华哥已经现在进度落后了，我们等一下，不要急。
对对对，因为山里面一旦暗下来就不好出去了。哦，叫叫叫叫叫叫叫，好像刚哥，好像刚哥。这个你应该感觉，这个还好啊，因为我平常以前我住三芝嘛。可是你是不是开始在喘了？一定会喘啊，一定会喘啊。1200就跟阳明山一样哎。我们上次阿里山多高？2000多啊。华哥还 OK 吗 ？OK。大家加油，好棒哦！好棒。哇，很赞，空气很好哎，这里面。我们要在哪里啊？我们不是很确定，应该到山顶吧。冲啊！难怪小康逃走。康哥在的话，康哥会不太愿意走这条路。他可能说我在下面等你。他会说多久？到了没？不过还跟摄影师一起喘。哎，很多幕后花絮有你们好好拍哦。到时候喘气声可以大一点，因为到时候就会说来自摄影师的喘气声。都上坡很累。可以，我可以。很喘。这怎么可能不喘啊？到底要走多久？他这个明明就，这明明就几公里，他都……对啊，华哥，你真的有想来最上面吗？哪里？这里。你有想去？我又被糊弄了。神木还有730米，大概。我们要到神木吧？就是要到神木那里。啊？山里面拍戏啊，每天拍的时间都很短。因为一下就天黑了，9点钟以后才能拍，下午3点以后就不能拍了。那这个时候适合拍吻戏吗？这个时候适合收工。哦，收工就是吻戏的意思。我这边感觉不一样。对啊。好，那种台湾山的秘境。树都好美哦。这个感觉完全。听人家讲说，以前像这种树啊，都是拿来做电线杆的。好。电线杆。这个就是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种的啊。华哥，那路要9点啊！华哥，你休息一下。华哥都在休息，就天黑了。对，我要赶下山了。还有多远呢？快到了，快到了。华哥会说还有多远？他说快到了。对，我要。你要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我们还有多久到啊？哎，再过去10分钟就到。真的假的？10分钟。慢慢走的话啦，他都没有没有。不超过10分钟。不超过10分钟就到了，什么10分钟？啊，不超过10分钟。对对对，10分钟内。因为现在正在录节目，无法停，我们没办法停下脚步。对，真的，还要往下赶。真的。好汉坡，摸，到了下一个弯了。还有啊。哦，还有。不是，我只是来宾哎，为什么会被抄成这样？因为你说你想要回味。我回味是大学时。你好。哎，神木还要多久啊？哈 ，Hello， 神木就到了。就到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哎，前面到了，快点。哎，我觉得这是会不会是我们下一次？你不要乱说。要去高山。对啊。不要。的练习。真的哎。好。哇！不要。那哇，好！而且你看，明明车子开得上来，不是？各位伙伴们，这明明这个车就开得上来，哪里？不开进去哦。这行开。没有人早上4点钟开始玩到现在在运动。华哥，是？你还记得这个神木吗？我完全忘记了。他爬上来已经忘记了。哎，华哥说他再也不接这个。任何你们的消息，参加别人实境节目。他说把一个几岁的人4点多骗到，搞到现在还没下班。他说要，没有，刚刚什么时候有说要啊？他演完他就在测麦了，是他测太慢，不然早就到台北了。我们要去哪里？这里啦，这里啦，神木的一生。哦，神木的一生。差点我快走完我们的一生了。真的。哎哦，华哥手上哎，你看一下硬硬的东西。华哥，我跟你讲个，其实你来上海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给我们那个牌。他为了这一张任务被骗了这么久。最可怜是他，哎，你是为了这个板子而来的。没有啦，其实今天来录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是特别。连长在讲话，连长在讲话，特别意义重大，好不好？那大家经过了这一段的辛苦的历程，相信
永远都会记在心里。好，所以我今天呢，还没有特别要感谢你们，所以就回礼给你们。我看你们大家都很开心，对，看到我为了这个东西跑上来，是，我为了要报答你们这个对我的热情，宝哥，你可以不要喘吗？所以没有，我现在在兴奋。哦，这句话好像康哥哦，好像康哥哦。好，这个就把这一份厚重的实力交付于你们。是，谢谢连长，收到，请扫息，扫息以后不敬礼解散。好，太好了，太好了。好，哎，等一下拆，等一下拆。但是呢，我要先离开了。没有，你要去嘛？你还要跟我们一起下山？对啊。不，我们房间还有多一张床。不是，我明天。我们酒买好了。没有，明天要去金门。我们载你。我把他围起来。不行。他有私人飞机了。没有，我跟你讲，私人高。我们有飞机哦。不要冲动。对，我们要游艇。没有，不要冲动。等一下，不要冲动，我还没讲完，对不对？你们要好好干，国家不会亏待你们的。好吧，那就这样子了。好，各位，等我离开以后，好，谢谢。路上小心。好，谢谢华哥。我们下次再见。大。好，拜拜。你怎么有种逃命的感觉？太可怕了，哇，你们的单位太可怕了。好，来。嗨，伙伴们，请为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及福华度假饭店辛苦的早班。工作人员早班，明天不是就工作人员准备美味的早餐，哪有这种一百份外送？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我们今天候访时候讲那些嚣张的话，真的对不起。这次任务哦，真的中间我还有一度没有事情做，我就去旁边吃葡萄了。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觉得难度大概是四分。我们惹到你们的吗？对不起嘛，我们又哪里做错了吗？其实有一点点累。真的，我后榜我真的要超级累的。我以后不讲真心话了。真的。而且我们今天在休息的时候一直在打羽毛球，所以我们超累。对。这个白色箱子里面有没有？都没有休息到。我想问一下早班。不是早餐就代表又是凌晨两点的班呢？以后我后访不要说真心话。是几点？问你们队长自己后访说哦，今天很糗。我也有。我说大家都进步了。老板，你是误解我的意思，我重录好不好？对不起啦。明天早上就是冲那个咖啡跟玉米浓汤。好。哎，可以哦，队长可以，赞。咖啡玉米浓汤。然后煮一锅米，然后就加饭。啊，那总经理今天后访说今天的菜色太简单。今天算你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敲钟前真的把菜都端出来，是吗？我知道了，你知道唯一问题在哪里吗？就是今天的菜单太简单。你们怎么大家都说假啊？我是说真的，就是厨妈调配得很好，就营养师们帮小朋友就是调配很营养。那你们先摸着你们的良心嘛。摸啊！昨天住福华饭店舒不舒服？舒服，真的舒服。好了，我们应该了。啊，这个森林浴舒不舒服？舒服，应该了。那午餐应该了。对啊，做午餐好不好？因为福华饭店跟整个森林园区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第一批早班人员都是六点开始就陆续上班，但是这整个园区是没有提供他们早餐的员工餐，只有午餐。哦，真的哦。所以早上，耗子哥有去享用早餐，很美味嘛？你有吃哦。森林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要赋予给他们。他们平常不吃早餐，突然有一天吃早餐会不习惯，而且要外送。我觉得可以啦，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赋予我们的蛮多的，只是我们会比较累。因为一百份，其实我们也担心你们负荷不来。其实原本期待的人数更多，我们已经有酌量。可是在讲话都很好心，但做的事都很狠，超狠，很真诚，很真诚。因为我们一百份没办法细细调查，说谁不吃牛，谁不吃猪，谁不吃什么，所以比较建议是可能做两三种，让大家可以选。两三种很难。他怎么敢讲这种话？敢讲哎，两三种没有啦，应该是。像你说的那个，我们昨天那个绞白笋手卷，我们可以是一个品项。那个吃不饱，就是做咸油条，但里面夹不同的东西。好了，那我们就做咸油条啦，然后夹蛋夹绞白笋啊。我是可以做葱油饼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顾住葱。这样说。葱。然后比方说。比方我们总经理要雇油条，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有两？不是，葱油饼跟油条其实那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做一个面皮就好了，然后口味可以做两三种不一样。没有，他的意思说还是要品项多，这样才不会手抄。就是
比如说他做葱油饼啊，我们做三明治，他这样可以，大家可以选，看起来丰富一点，不要这么无聊。松饼，我松饼。我觉得我们就是类似分成两个小队，那我们就一次把100分推出来。对。那可能葱油饼是要做肉的，还是油条要包肉的？然后也有大家有两种选择。你说的都对。或甜的或咸的这样子。或素的。我有一个，你要松饼吗？可不可以一个中式一个西式的？就做咸油条跟松饼，所以对。搭配饮料是咖啡跟玉米浓汤、马铃薯浓汤、南瓜浓汤、洋葱浓汤。自信，自信，自信。郭队，浩哥，其实油条好像你一个人就可以了。郭队，我去帮忙切菜。哦，郭队可以，郭队是不是？郭队，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哦，亮亮那边。哦，你看，我昨天拍照的那一台。哦，为什么那个霓虹灯看起来像是夜店的吧台？夜店风。而且所以我们今天是坐餐车，真的太早起来了。哎，你看，以为要去夜店。那个餐厅真的很漂亮哦。我们来这个时间差不多也是夜店要打烊的时候。欧意小餐车哦，好冷哦。哦，这好可爱哦。这是我们要搅白笋。啊，这我们今天在这边呢。豹子哥，展翅飞翔。哇，帅帅帅帅帅帅。这是咖啡吗？先喝个咖啡吧。先泡个浓汤吧。我想喝马铃薯。我要洋葱。哎，南瓜，南瓜。郭哥，你要什么口味的？我想喝咖啡。好，那我来帮你弄咖啡。哇，早起空腹的时候，来碗热热的浓汤。哇，马铃薯，来，水咖。哦，这真的要喝了再上。一定要喝了再上吧。真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么早。这是咖啡吗？嗯。咖啡啊。我要直接冲泡就好了。对啊。它是那种粉的，那很方便。即溶的，而且它是那种很顺，吃起来很顺，这超好喝，好喝吧？对啊，它有不同口味，完美完美完美！一大早这样，很有革命情感。哎，敬各位一杯，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开心。那我们喝完就回去叫他们吧。嗯，好想念莎莎。那你要几点起来啊？莎，我跟你讲，你们就晚一点。我们早上的7:05跟8:45，我们两个负责出。我现在很原想在欧洲的那种，真的，而且对露天咖啡吧，真的有这个美景，整个满天星空哎。然后这个先生手上拿着葱，你要动一下，冲动的感觉，好冲动啊，整个冲动起来。人家收到一个任务，就是如果要用明火，要到室内。明火在室内，然后外面只有那个功率比较高的那个 IH 炉。我觉得我们炸油条比较需要有火。那你们在里面，我们在里面炸。那这个我们煎的，那我们煎的在外面。那你们在外面煎好了。来，我们来让这群辛苦的工作人员们吃活力早餐，有一个活力的早餐。你要找那个找不到串枪的东西耶。这个串枪吗？啊，小心哦，按那手不要串下去。你先串一下，我看一下那个丝到底是多大。张立忠最好那个丝是昨天你跟鬼鬼切的那样的大小。哦，那有不要这么薄啊？不可能，应该会很细。那就你就想办法用切的啊。对，那我赶快切吧。好，我觉得我们不妙。你把你的刀工传授给耗子，快点。有，我说我会切，但是。昨天没有说要切，再拿一个蛋白。昨天这个水煮，对呀、啊，我的计划又变了。那应该约2:30了。对，7:00是5个人吗？对，7:005个人，8:45，8:45。6:00。不是，我们这样会很可怕。哎，我们哎，他肉还没，哎，你们肉腌了吗？还没啊，腌了，现在腌了，在腌了。嗯，你不要慌。好。那我要一个砧板，我们要赶快切。好多、哦。
这到十点都切不完。对啊。哎，你们切丝如果遇到有问题跟我讲，我可以帮你们切啊。他这个速度太慢了，不行呢。哎，大哥。哎，大哥。翔哥，我是今天那个小胖子哦，太早了吧？哎，你这个头发在这个晚上很可怕。啊，你也快点跪啊！翔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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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好久没见。你今天来，你今天到啥岗呀？哎呀，水哦。我那给你乱的了。你看起来什么都会呢。哎，翔哥平常都有在做的，真的。汤阿哥，那汤阿哥超强的。赞啊！我拿个围裙给你啊。你叫咖啡不？咖啡有啊，我来冲好不好？哎，翔哥，这是上色咖啡。来听。这是上色。你敢用粉红色？来了，你再高追一点，粉红色高追啊。我给你听。那还管错啊？这都分安尼较，哎，较卫生。人家不是下面吗？安尼较卫生，安尼较卫生。人家弄这个在下面。没有啦，配合你头发长度啦，你女仆呢？那耗子翔哥你带着哦。好好好，我来最后来用脚白笋。我还要切。你要切啊？你要切啊？那不然交给翔哥来切。你今天找的小帮手啊？你卡就就少，你个头发。没啦，你顺顺的口干嘛啦？没办法，哎，这样都要出来呢。你雕刻呢？哎，你咖啡喝完跟我讲。我要跟你交换交接班。今晚刚归掉，还好。那边你还好，别出来了。保的。谢谢，谢谢。哦，咖啡可以先放哪里？我看一下。都。先放。可以可以，你可以先放在肚子里，小心。可以可以，你可以先放在肚子里。小心啊！就台阶，就台阶。啊，我跪上来，你直接搞笑的。啊，这里不用钉啊，你不用钉，看来欺诈被诈的，这好过。你不要刚出场就下课了呢。那你跳今天来跳有多少人通安慰啦？这个就紧了。翔哥，翔哥来去偷卡。翔哥够追呢，你是小助手还是我们要请他助手？我比马还亲呢。你比马用掉啊？你那刚刚做卡呢啦？你看起来太像醉汉。你酒还没退呢。行啊，酒还没退。你这样切会不会切到手？不会。翔哥，我们今天是要供给这整个山林游乐区的一些工作人员跟福华饭店的工作人员的早餐呢、啊，大概120份左右。那怎么来得及？赶快来。哦，你好啦。OK 呢 ，OK 呢 ，OK 呢。翔哥这样比较快，大机卡我坐我袂爱骗，大机有一个杠杆原理，咱家己丢了你。谢谢，帮我抖个倒下去。那几点？6:14。十四，那7:05要先起来。咱几点开始蒸？即马6:10呢。啊，不过啊，肉拢还没洗，面团都还没。面团在那里，面团在那里。好，我等一下去拿来啊。对，好。那我帮你拿来。好。你要在这边弄啊？对啊。好重。好重。很重吗？很重。可以。再改可以。你的手要先沾油啊，要不然会黏住。嗯。来，浩哥，帮我把这个。你的手要整个裹油啊。这么多，哇，好大！100人份呢。翔哥讲真会到了。这样够了啦，这样够5人了，没有搞。天亮了呢。耗子，那个冲蛋的时间抓一下哦。好，5份而已，应该。我放一个下去了，不然来一条试试看。我怎么感觉今天的比那天的软？今天比较软，对啊，应该是还没发起来的。我怎么感觉今天的比那天的软？
前面比较软，对啊。你看这个也很难变长方形啊，有点像鱼浆啊。超级多了，对啊，这个面团的硬度跟那天差好多。对。想跟你平常时，你出来。我无切在意，我得你刚发出一些奇怪的哀嚎声。我来在炸的做，我是谁？我在哪？有小帮手是年轻的吗？你怎么在？怎么样回应？干嘛？哦，有回应是不是？不是，有小帮手是年轻的吗？没有吧？那不就张立东吗？你好，你好，哦，你好，阿蒋老师，阿蒋老师，你好，早，哎、欸、哦，鬼子，已经骂笑脸了，妈妈咧，我头阿鬼讲，这是小帮手，翔哥，对嘛，这嘛，这比较反应比较快，好久不见，这靠你，好久不见。哎、欸，阿可可以这么早起床吗？很早很早。刚刚我听到蛮清楚的，说，哎、欸，是年轻的了吗？啊，年轻，年轻，年轻。不是，头发很年轻。这边会有怀疑，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从远方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很酷的型男。型男，近看也是啊，近看也是啊。是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他只是说你不是他的菜而已啦。对对对。我要上班。怎么会有这小帮手愿意这么早来啊？而且他天黑的时候出现超可怕的，真的、哦，超可怕，真的，我被吓到了。这两个吗？可以我觉得我们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怎么了？没有，他这个面糊跟那天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要不要改呀、啊？没关系，你先弄你的，我们等一下处理就好。你去弄你的。等我把它大概的量丢下去，你再拉长复习。因为我现在不敢加面粉了、啊。为什么不敢加？你现在就是在试啊。因为它现在已经是算成品了，你再加这个面粉进去。你不用怕、啊，因为现在这个太湿了。你看浩哥，你先听我讲，你这个它出去之后，它会有一点点那个面粉刷刷，它炸起来会有那种不一样的口感。所以我才叫你要把它揉进去啊。你现在这个就是重新，如果我正常弄的话，会把面粉全部融过来，不会全部会弄，把它整个面粉打进去。确定吗？哎，三十个哦。做不出来啊，豆啊，做不出来，哇塞，不是他那个油条没有那个形状出不来。哎，浩子，你知道牛奶那些东西在哪吗？你要几罐？我要那个3450克。了解。这么精确。还有优格1800，谢谢。这里好吗？哪里？这随便。先炸看看，先炸看呢。要修的。对啊，这个。你记得都弄不掉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就刚刚那个薄的，对啊，就只能擀成薄的、啊，感觉就不对啊，这个。然后这里面吸油，它是天气，对啊，天气的关系。不是，是跟那些哪一样啊？你去那些那么多空气，这是加面粉的。加面粉就不对哦，我试试看。口感更糟，这面不就是不对劲的东西啊？这塔克莫的修啊，这6:41，6:41。
真的有一点脚软，又有点想哭。原本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做出来，但是突然被那个面团给吓到，然后我开始试着加一些中筋面粉，但是加了中筋面粉之后又发现味道变了，也让了整个口感变成太扎实，所以也不太对。所以我自己其实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干嘛，然后也没有备品，完了我们应该做不出来，所以我当下就有点真的停在那里。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炒茭白笋就好，是不是？对。炒过油加盐。嗯。翔哥，你是会煮饭的吗？哎、欸，翔哥的汤阿给超强的。会煮熟而已。可是我们早餐要不要改做汤阿给啊？那你今天就要先讲啊。可是我不知道他会来啊。那你有睡吗？有睡，有睡。他平常也都睡到五点，所以还好。所以今天算是时时早起，然后又可以工作，一劳二逸这样子。对，一劳二逸是。就是一石二鸟。嗯，我刚只是懒得，对，懒得解释，一劳二逸，一劳二逸，一般是一劳永逸吧，一劳二逸，对。没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点咖啡色的？龟龟，那个阶梯很容易跌倒，翔哥刚跌倒，咖啡洒出来，看不出哦了，你天还没亮哎。翔哥，你在我们这个节目跌倒会不会重播一千次哎？而且好像不是你的 style 哎，那谁都会跌倒 ，Rock 也会跌倒，可是你不适合跌倒啊。你看起来就是他跌倒，他还可以完美落地。你可以帮我翻过来吗？我没有办法帮你翻，我翻就黏住了。哇，我的妈呀！啊，你竟然没力啊！可是你不适合跌倒啊！你看起来就是……他跌倒，他还可以完美落地。真的哦，啊，你有没有怎么样？哎，洒出来！没想到我的宠物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是它就是没有农药的。哎，哦，可恶！你在忙什么呢？你在快点在！你刚刚不是？不是这个做，这个蛋翻不了身呢。这个做啊，卡住，翻了，好，过，翻好，我的蛋好了，这边，我们快起啊，还有那么多，我们快起啊，还有那么多。翔哥有后悔吗？怎么还有那么多？好像切很久了。这个生吃很好吃，对啊，翔哥，啊，生吃很好吃，可以生吃啊。你们要在那边煮还是在这边煮啊？哎，我现在遇到很强烈的问题啊，很强烈的问题，45的，听起来就恐怖。对，我们现在有点问题。他哎，我们好像第一次遇到浩哥第一次煮。对，等我现在先不跟浩哥说太多，因为有点危险。我直接用倒的下去，看能不能用拉的。伯哥，我们干脆把这个不要了，我们来做葱油饼好了。美糊，美糊你嘛是爱做啊，你今嘛无盖，你今嘛要哪用？我先把这，咱先把五分块咱做出来吧。啊，葱油饼可以做那45分的，是可以啊。你吃吃看啊，不要看啊，要吃啊。
差不多啦，不完全不一样。哎，沙姐，你可以帮忙吃看看吗？两千三，你可以帮忙吃看看。两千三除以五，两千三除以五，四百六。四百六，一千二除以五。一千二除以五啊，两百四。两百四，四百六，两百四，谢谢。四百六加两百四，七百。哦，没有，不要讲，四百六，两百四。我刚刚，很好吃哎。OK 呢，是就是味道是 OK 的，但是只是跟我们那天油条。可是我们没有说它跟那家店吃起来一模一样啊。是啊，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的口感，我觉得是 OK 的，这是我们的 style 咖喱，我们要做那边那个有蛋吗？啊，蛋加干汤五分尔，你可能一点也饿啊。卖相还不错。这刚不是说失败，没有失败啊，没有失败啊，很好吃哎。嗯，很好吃啊。两百四，可以啦，加多就可以了。花姐，你那个葱油饼帮我翻一下，那个帮我翻一下。那我们就是出两种啦，葱油饼跟那个啦，反正就是我们家的啦，我们自己加的啦。黄哥，啊，你加几块吗？葱油饼，嗯，咸油条，油条在哪里？外面。没有啦，我们要取自己的名字。对，那我们叫老油条。好，老油条。是是是，有好吃，可以啦。嗯，又咸，新的，新的口感，很棒，又脆脆的，很好吃。它介于葱油饼跟，没错，全新体验，嗯，很好吃，可以啦，没问题啦。连环热，以先攻为后。等一下，先把这五个炸起来就好了。我们这样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处理。他其实也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当他有一些想法或是想要解决方式的时候，他不太会讲，他会一直想，他会一直想，但他的嘴巴可能就是开始啊，错塞错塞。完蛋了，完蛋了，戏啊，这不都就是他会念，但他其实心里在想方法。这样，然后这个放上，肉放上。看一下成品可以吗？上面撒一点葱。撒点葱。要不然都是那个。好，我觉得茭白笋应该让它露一点白色出来，对不对？要要要。对，就这样就好。哎，两位这样好不好？可以啊，好啊，漂亮漂亮。小哥你好嘞。哇哇，啊这是什么？老油条。哇，老油条。哇塞。哦，赞赞赞赞赞赞！剩几分？剩几分？好漂亮哦。现在五十七。五十七分了。外面没看过这种的哦。对啊。有点像那个沙拉船。哎，狼狈来啊，干干干！好紧张哦。没事啦。那个茭白笋我先不炒，因为我现在也不够炒，因为你们切的不够多。好的。不是怪你们啦。好的。因为我怕我这样一炒完，你们又没事，你们会有压力啊。你这一番话让我们有压力。我刚讲。哎，你要快点呢。这一集我们就是都在切这个，都在切这个，对啊，对啊，但是差不多。但如果这个东西，这道菜没有茭白损失的话，就是他们的损失。好深啊，好难懂。两份了，两份了。用小刀切会比较快。油条，油条，我切好了。那边切切，哎，还有三条，太棒了。棒棒，哇塞，我们怎么那么棒？真的是很公平哎！哇，好秀哦！对啊，那么秀。没事啦，耳朵老板也是久了都会不怕烫，你可以的。哦，好。可以啦，不用担心啦。那家五个出好了。真的是很公平哎！我觉得接下来45个才厉害。这个我觉得可以了，真的可以。
因为那个好看啊，好吃啊，对不对？看起来很赞吧？超赞的。对啊，你看，好棒棒，我们好棒棒，超棒，太赞了，太赞了，完全 on time。没有哦，现在已经5:04了。是的，难以面对。哎，那五个就做到这样啊？没有，因为是第一个要试。准备出发喽，只要去外送。欸、对呢，他们不是来领，他我们是为了外送。哦，是哦，哈哈哈哈，我都忘记了。那你要那个，你要兄弟去吗？不用吧，第一个要啊。第一份你先自己去好不好？你很棒，你赶快去。可以吗？可以可以。没有他可以吗？当然。我帮你啦。不要，张立东，你快点，别再做效果。他没有我，他会慌。你看他慌了。他没有，你不要在那边5:43，你快一点。你要包好了，你不要送到那里都分离哦。哦，对耶。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他很慌，他很慌。你看，立冬，你快点。这样会不会太粗？你快点。我帮他，我跟他去了。赶快回来，现在。好，赶快回来。10分钟内回来。我不要，我不行走了。不是我，你教我一下，我这个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外送，我以为他们会来拿。莎姐，我们要怎么把它弄起来？刚刚应该放横的。放横的。然后这样子。哦，啊，那要那要粘起来，对。好，快去拿胶带。贴纸，贴纸。可不可以一个人拿就好了？一个人。贴纸，我们有贴纸吗？对对对。好。贴纸很久，贴纸很久。我们快点，我们快点。贴纸怎么了啦？到底，快点快！一个人，一个人，这这么大哎！赶快过来，这可以吗？包拿来了。好，好，贴这个好像也蛮可爱的。伟刚呢？这很荒唐。可以啦，先这样啦，这五个先这样啦。太荒唐了吧？这样，我跟你讲，给了给了，我再远都看得到这一份。可以可以，来来来，上上上。翔哥，啊，你要外送不？我要上一打。哇塞，你跟我来好了啦。你想留在原地是，还是想出去走走？我要走走。走走啦！张立东啊，我就问你这个贴纸是什么意思？先嗨一波啦！你要这样下来啊！哦哦哦！不是要下来，不然你会粘到彼此哎。你看这样子，没有关系啊。刚刚那么漂亮，刚刚那会粘到别人呢。对啊，好好好。这样哪有丑啊？不丑啦。垃圾捡起来啊！五个了。哎，翔哥，我们赶快上车。啊，这里这里这里，请关门，请关门。嘿 ，Kelly 比好，啊，扛起来，保温。好嘿，好。好紧张。那无把你丢出来放风一下，你怎么卡足酸的？加左边。你敢这个敢请关门啊？大哥早安，请问这里是请关门吗？是。就是，是好，我们来给你们送早餐了。好，好，这样。啊，过年了。早餐来啊，大哥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很辛苦。试看看，试看看。好。啊，小心会喷出来，里面有发现。有发现。哪个针？是我们的老油条，老油条，超好吃的，超好吃吗？有熟吗？有，要不要我现场帮你泡这个浓汤？这样就好了，安尼就好啊，这足简单呢。浓汤，再难我就不会。蛮简单，我无什么功能就安尼。送一份温暖，我们送的是温暖。他就给你放这哦。啊，你们的容器还是我放着给你们泡，好，谢谢谢谢你们，好，辛苦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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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就感吧，强哥，没办法没办法，快点要玩了，真爽哦，真爽哦，对啊，小小当然爽，对啊对啊，哎，今天可冷冷啊，吃起来舒服，哎，吃起来就是爽。这样哇，完美，黄金左手啦，你看，都长一样哎，比刚亮了啦，整个手感就是不一样啊，黄金左手，可以啦，我们都需要鼓励嘛，对不对？对啊，黄金左手啦，对，鼓励鼓励好不好？这个叫微笑三明治，微笑油条，没有啦，我们叫那个啦，你好棒三明治，你好棒，你好棒三明治，说一下啊哈，
好棒啊，你好棒啊，太赞了，太赞了，漂亮漂亮，你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式，好好，我漂亮。阿力东，帮我脱一下衣服一下。啊？大，哎、欸，这是什么要求？要求？怎么？你要干嘛啦？帮我脱衣服了，好，不要弄到我的手套，我握拳了。你握拳，你要打后。好。不要得意忘形哦。不要得意忘形哦。没有，刚好就好了。不要得意忘形。没有。听到吗？他说郭哥。郭哥，睡啦，漂亮啦，我们找到出路了。你看他现在下去的那个手工很厉害。哎，我们现在遇到很强烈的问题，太高啦，我的泳衣，尽量拉长条形这样。对。哦，哎，越来越美，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可以可以，睡哦。你看他哦，你看他现在哦，抓到这个节奏哦。我跟你讲，老板都没炸得我们漂亮，你没有这么有自信的啊？得意忘形，不要得意忘形。回来了，回来了。哎，OK， 他们超开心的，真的，超开心。哎，耗子，你有看他们吃吗？有啊。啊，还行吗？很珍惜，他们很珍惜。哎，啊，哦呵，现在要出45份，备掉没？嗯。啊，莎莎那边几点可以开始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后吧。半个小时后，那这个45份你能出？你能够那边出15份吗？好。没，哎，低调起身。那个了，已经是最棒，那叫微笑。这是眼罩吗？哎，对对，这样是变微笑。哎，台湾呢？宝岛。台湾呢？太屌了，你真的很厉害哎，你的左手。你要不要做个 USA 出来给你？ USA 真的吗？不要了，不要闹了，不要得意忘形。我刚好担心哦，我刚差点哭出来。不会，我看你的表情，我就是在鼓励你，不要担心。真的，刚差点哭出来。哈哈，我想看你哭哦。他姐哭出来，这个话怎么他说得出口呢？我真的，我刚差点哭出来，你刚都不知道我跟郭哥。不是啊，你要哭你就真的哭，怎么会说这要哭出来？是差点哭出来。那你要哭真的哭出来啊！我真的是，你不可以讲差一点啊，你这就是没有哭出来。你知道，身为一个在厨房工作的工作者，当食物失败的时候是多么的难过。一开始早上的时候是真的有一点慌张，然后看郭哥这样，完全有大将之风的那种，就像他站在投手丘，因为他是救援投手，他每次都去处理那种最危机、最危难的时候，就我看他很稳重，这样弄好。我心里面就真的，安心蛮多的。我觉得当下如果他不在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不出来。啊，我没有蛋了，啊！哎，你不要偷我，你不要偷我的蛋哎！哎，我没有冲蛋。哦，冲蛋要煎是不是？对。好，那我先来煎。我很快就好了，就帮你。啊，没事没事，我马上结束就帮你。他们不可能马上结束的。真的啦。哎呦。张立东，你只剩下1分钟。好了。好。你要可能要把杏鲍菇炒。我来炒，不是杏鲍菇。杏鲍菇就一次炒，要放一点点盐。是，它不是杏鲍菇。小白笋。那叫姜白笋。立东现在几分？要30。要30。29。浩子，你有没有空？没空间，我这边煎呐、啊。好，你煎。出师了，真的出师了。出师哦，不是出事哦。外面没看过这个形状，对，没有，我们把它做成有点台湾宝岛的感觉，太专业了吧？对，你看台湾宝岛，好专业哦！我本来以为你们会随便弄的，别这么专业，好看又好吃呢。好看又好吃，等下弄一个给你吃。哦，你速度够快呢，好专业哦，你们有没有吓到了？吓到了，我平常这样嘻嘻哈哈，没想到我们有这专业的一面。好讲究，你们的动作很棒。对呀，怎么会那么讲究？这条的是气管，外面没有卖这个呢，没有卖这个、啊。
还有辣椒的。辣椒啊，家己去拌哦。对，可能无，歹势哦。歹势哦，老板，不好意思哦。这里啦，有人要求讲要咸的啦。有，真的，真的有。哎呀，碎碎碎。而且翔哥笑都感觉很好笑。七点三十八了，三十八了，三十八了，哎，三十八了，三十八了呢。现在已经三十九分了。翔哥，翔哥，有豆瓣酱，他是不是有豆瓣酱？翔哥。翔哥，陈太翔，陈太翔，陈太翔，我要叫全名是不是？你也在那搞倒沙缸吗？我加一个，无够咸，真好吃。我知道，看得出来。我浩子，你进步好多哦。来这边。需要对呀、啊，不会被糊，要不然会被电哦。嗯，你要包几份？这、欸、你那边出几份？我十五，所以我们这边要三十。对，现在只有两个。我好像可以帮你。可以的哈、哦。嗯。哦。你这走，拿刀戳我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切就算了，连你都要帮我切？没有，不，我刚刚不是故意的。哇，第一片失败了，抓一下火候。等一下，我先试一下这个温度是。为什么要来拍我失败的作品？我在试，鬼 OK 吗？没有，我第一片我在试温度失败了。好，现在再进入第二片。一二三四五，我有五份了。立冬，哎，现在几分了？现在四十七。四十七。对。松饼现在几份了？一份都没有。一份都没有。我先跟着去煎饼。可以借我吗？可以啊，当然，拿去。哎，剩十分钟，快点，快点！哎，好，我这个胶带的头不见了。哇，这一条太难弄了吧？一二三四五六，六，棒棒！快点，快点，快点！啊，可以了，可以了。哎，沙姐，你帮我吃一下。你吃可以就可以，因为有点来不及了。对，有点对。嗯啊，太湿了。好，再一下。里面没有熟。他们都来不及出我们的就好了。沙沙、嗯，来不及，我们先出我们的就好了。好。你们就不用急了。翔哥，我需要你的帮忙，翔哥。耗子来的。哦，碎碎碎碎碎。来，咱两盘称斤。安尼，两有无？两一袋。阿爸一袋，两一袋，哎，两一袋，阿这咖啡粉，水，甲塌落，阿粉散者，对，葱花，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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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耗子哥，翔哥，我们这样四十五份够出吗？你讲这些料哦？对，还有。哎，我觉得蛋可以再来一点。蛋吗？蛋跟肉都再来一点好了。我们现在带几个？我现在里面有八。然后现在这边我不知道几条，二四六八，小时候数学不好，才去打棒球的，还叫我算这个。妈妈还剩几球啊？我们都只我们都直球队，他只能一球两球，他只能算到三球，三四他都算到三球，他数一数二没有办法数到三了。不是二六吧？二六加八，三四。八啊，三十四，对吧？哈，我刚才算二六，还是我有加八了？我再算一次。从阿弟嘿，就二六了，二六加八三十，二六加八三四，
小时候数学不好，才去打棒球的，还叫我算这个。简单，双重奏呢？九、十、十一。哇，我跟新开一家店的感觉。双重奏。你们很像背影看起来很像一对夫妻，还不到三小时。你们两个是不是有共同兴趣？就我唱歌，他录音这样。最近也做了一个。哎呦，他最近做了一个，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一趟要四十。你不要讲，你先算这个，十三，这样会乱掉。这样会乱掉。三、十四、十五。十五，十五，看，十五。哦，可能没有删掉，没有删掉，再来点点点。减一个。哦，我那要几几个？跟盐巴没有拿散的。幸运的。啊，刚才算到算到哪里？十四、十五。十五。不要讲话。你跟我聊天。是你先跟我聊天。不要跟我聊天呐。看多少？十四、十五，十五了啦，这个十六了，还是这是十六、十七？知道啊，应该十六、十七，十六、十七啊，现在十八、十九了、哦。八十九，对。立冬，你不要再跟我们聊天哦。哎，对啊。十八、十九，哦，十八、十九，对。你好棒，你好棒！你看，你们不能没有我。你维持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你们这样子是做亏本生意。八十九，开外挂啊！漂亮，漂亮。这个面团只有你有办法控制它，真的。对，你看，你看，看，哦。你真的是，你的左手，我好想要你的左手。你好棒哦！哇哇哇哇哇！哇，你真的很强哎！沙姐，哎，五十九分了，哇，我外送了，我们出十九份了，碎碎碎。现在有几份都可以一起？我觉得你送一个二十的，二十。哦，先送一个二十的，好。那我去，走。哇，太冷了！哇，我会死，太冷。办公室，哇，你看，早上爬山的人好多。办公室，魏佳，进去。你好，早安。我们是汉营业中。我们来做早餐给你们吃，好，谢谢，辛苦你们了。你们是办公室零班业务，哇，好，这是我们的饮品，可以让你们喝，有很多口味，很多的啊，烧的啊，啊，你也会感觉到里面的那个茭白笋粗细有点不一样，表示是手工切的。来来来，大哥，这边有美女，所有业务都在这边哦，辛苦了。那我们今天这是特制的这个早餐。然后呢，里面有包很多有肉片啊，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个茭白笋，还有我们这个特制外形很像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片，咸油条，但是是我们独创的，我们咸油条的造型比较不一样，是混合双胞胎，算混血儿。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育这边这么棒的环境，所以我们也要付出做早餐给你们吃，辛苦了，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呦，卖牛肉！哇，哎呀，哇，哎呀，哎呀。请问你们这边是专门负责夹的组吗？二七，你要夹什么？我就是要夹肉跟茭白笋，就这样子，然后这一份就可以给你了。那我再把花生酱拿过来。
不是，那我夹碗是要这样把它合起来吗？嗯，汉堡。哦，好。哎，穿到怎么穿到几了？老师，不要跟我聊天。一二三四，三四五六二七。OK， 二七啊，他叫我要干嘛？你说这个要加肉跟什么？肉跟茭白笋。二七，这个二七吧？对，二七二七。不要再跟我讲话了，这样好吗？这样有点空虚耶，还是我们也加个蛋？生酱，这新的呢？肉再多一点，肉多，这样加葱蛋，耶，三十了耶。这比较女生。对呀，因为没错。你吃了还会这样？那你吃吧。三十。不怪怪吗？看你生的。喝罐花生酱跟蓝葱蛋就奇怪了啊，就奇怪，吃了就会扭一下。花生酱，花生酱跟蓝葱蛋就奇怪。那你就葱蛋不要，肉多一点，还是蛋不要葱、啊？自己吃。现在不一样，甜甜花生甜甜的又咸的。那我就煎不要有葱的蛋。回来了。哎、欸，我们现在多少？三十，三十，真三十，你们又忘记了？不可能，三十，所以这边只有十份呢。那松饼这边一、二、三，油条少四，少一片，先把油条出一出就好了啦。对，不然他们松饼，你现在还在煎也来不及啊。这个已经变了，就把这个出一出。对 ，OK。对啊，这样你就比较一次工先做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出松饼。好，我来。怎么样？不用这样，这样怎么快？不用全部剪开，再留两指，嗯，两指开三指。哦，所以我们这个会窝三个人。对 对，团体呢？你是第三者，我们出现第三者。不好意思哦，我们容不下第三者。我觊觎你们。蛋应该够吧？蛋够。安尼，你帮我包装好不好？十，哎、欸，今天几？啊，今天是十四啊，十五。十五，这个十五，这十五，阿弟十六。阿弟十六。我有算，我会算，你们放着就好。可以算到十六。我要去关心鬼鬼吗？应该不用吧。谁？鬼鬼。哎，鬼鬼，你好久没讲话了。可以吗？应该不用关心。哎，难得看他那么对啊，专心的。他是不是很焦虑？嗯。鬼，我们现在数量很高，所以你不用紧张。没事，我没有紧张，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好，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了，棒哦。我昨天就跟浩子说，你不觉得鬼鬼长大了吗？他长大了啊。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一季根本就是开早餐店了。我们已经做了好多早餐，一直在做早餐。早餐对不对？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一餐。真的。会做那种早餐的，就等一下，六点到十二点。你现在会不会一说就成真了？哎，早上有时候就是心情不好，吃一个好吃的早餐，就会觉得很开心。真的，美好一天的开始。还好吗，各位朋友？没问题。非常好，进度掌握中。再三分。训练有数哎。没有掌握中，只有十分钟了。三十分钟，他都不算。小月姐是一种冷水。好冷。好了，都可以了，耶，好，出吧。八点，哎，那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包九点的啦。对啊，九点就开始包了。九点变甜了。对，九点有甜的。这里是景观门吗？你好。台工他们刚刚你们吃很开心。对啊，对啊，啊，我们这边放哪边？我放这里好了。来，哇，小棍棍。这边我们送二十五份。好，也很高兴你来哦。
太赞了，哎呀，好好吃哦。是，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你们坚守大门，太棒了。漂亮。郭哥，那个如果背有些丑丑的，你要帮我翻一面哦。就是有些可能就是有些两面都很累。我不是说有些就选一面漂亮的啦。回来了，可以吗？现在换松饼了。咱即卖先改用。我们等一下会有50份是会来这边拿的。嗯。哦。有厨房、餐厅、房务、柜台。但就这边啊。等一下。哎，我能差足多。我知啊，我就爱烤。所以是圣诞的。对，圣诞。圣诞。哦。公公公。公8:46咯，哇，日出哎，阳光在正对面，这个都好了，对不对？对哦，这个都好了，对不对？它从那个树中间这样洒过来，是吗？哦，帅，这些都好，啊，这边都好的，对，都好的。到那边去，我们这样动线比较顺。这个要不要再过来一点？这边，然后过去。好像那个男子加工厂，你们算是比较复古的 F 四。什么叫复古的？你想强调什么？而且配上这个，你想说做古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配上这个阳光，然后这个树，你们不觉得你们是在树里的 F 四吗？我们比较像树人的 F 四。阿翔老师是有要发新歌吗？嗯，没有。啊，没有，他好像不想跟你对话，放弃聊天，对不对？不是啊，我怕他来宣传的，我还是要礼貌问一下吧。直接据点，没有要宣传啊，来宣传的是我。哦，你要唱什么？对，我要发新歌。啊，对对对的。新歌来唱一句。啊，真的有嘞。唱一句5678。不要了，这样很尴尬。不是，你要这个唱，你要趁现在赶快宣传呢。歌名叫什么？说脏话。啊？说脏话。说脏话，那会有吗？脏话的脏话，我家脏话。那你会接到那个脏话的代言，那观光代言呢？一直都没有了，我一直都没有。我一直跟县长呼喊，他一直都没有听到。18、19，几个？我19，我再计算那边有多少？20、29，够了。9点了，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呢？不要急，我们马上就会来了。有餐厅10份。厨房10份，嗯，房务也10份，嗯，柜台10份，嗯，后勤加行政也10份，那总共50份。哎，你看我们有这个，啊，好可爱哦，很可爱哎。好啊，我放放看。放里面，然后他们打开，好像那个是礼物。哦，好看，好看，好看。5份。哦，好看。早安，早安，来举。啊，早安。请问你们有几份？10份，10份在那边，餐那边，好，漂亮吗？漂亮。美少女，你可不可以在这边试吃一个，告诉我们味道啊？好，好吃哎，好吃。我们外面的那个饼皮是 pancake， 嗯，然后里面有花生酱跟昨天我们去采的小白笋。那因为这个天气冷冷的，我们有这个即冲即饮的这个浓汤，然后我把它放在篮子里面，然后你们就热水就直接冲就可以了，直接冲泡就可以了，是哦，好，来。谢谢，谢谢你们哦，很好吃，拜拜。谢谢，你好，你好，早安。你们是哪个部门的？我是餐饮部外场。谢谢莎莎，谢谢。平常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辛苦了。
在这边。对啊，可以给啊。可以啊。对啊。怎么了，沙姐？没有啊。你刚刚整个空掉。没有啊。有机会就发下单了。现在已经拿走20份了。刚拿走20，然后这边还有20。哎，大姐早安。后勤部辛苦了。10份，哎。哎，姐姐，不要在那边现场先。热吃一个看看，好香哎，肚子好饿。来，赶快买嘞，吃看看。哎，哇，好吃哦，好吃。阿美酱，阿美可以用咸掉啦。你这多？当然咯。哇，哎，一腮红哦。后勤的呢？后勤的，水干呢？有吗？有啦。漂亮吗？漂亮啊！漂亮。我后勤在做假呀。没。哎呦，真的。啊，你要放里面还是要打着？我要哪行哪接。哎呦，漂亮啊！你安尼寡话啦，安尼加小甜甜的。有一个女孩，小甜甜。真的是这样子。又像大头虎。六祥哎。早安。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好可爱。我们等一下下班不要回去睡觉，我们去野餐。去大学池。所以我们已经卖了30，弄了30。你怎么不说话？翔哥还没有去走过神木。对啊，他没有走过神木。不要再走神木。我们带着这个野餐来。来了。的翔哥来，先包一个，先包一个。你们知道我们要来做早餐，有觉得很兴奋吗？有啊，真的，很想吃啊。我们平常都没有早餐可以吃，对不对？我们对，只有中餐，早上没有早餐，很辛苦哎。这样会不会早上心情都不太好？会啊，啊，今天心情会好，太棒了，谢谢。试试看，太爆了吧？太棒了，再放两。在那一栏，两份。嗨，欢迎光临！你是厨房的？对，我来领厨房的。妈妈压力很大哎。没有，这个厨房的，你知道吗？他6:30就站在那里的，我一直有看到他。监视我们。对。哎，外面他们浮华的那个厨师站在门口看我们。真的假的？美好的一天，拜拜，拜拜。你们几份？漂亮的，10份。耶，你看，我们翔哥现做的，这一份你现吃一下，你感觉一下。真的，你讲真心话，我们真的不怕别人伤害。浮华厨师的口感，我们心很大颗，你就直说。尝试一下，好吃到说不出来。真的是好吃的，而且它里面的馅是有口感层次的。哦，该脆的脆，该软的软。什么脆什么软？茭白笋是脆的。哇，有用心。软的是什么？松饼。哇！对啊，拜托你讲一个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可能比较干一点，我们可以配个饮料。有，我们里面有浓汤，我们里面有浓汤，对，还是要帮你现泡，你要现喝吗？没有，谢谢。那你要有一个帅气的走出去啊，这样走出去，这可能有困难，拜托啦，谢谢，是叫一次，没有，谢谢，要跳的。所以我们都拿完了吗？没有，没了吧？都拿完了。耶，野餐哦，神木哦，换我们去。神木哦，翔哥，你一句话要不要去神木？要吧。神木啊，对啊。觉得你不要。你看现在日出出来了，在那个很适合野餐呢。我去准备咖啡。跟我走吧。他说会带我们去看恐龙。恐龙，真的。恐龙，哪里有恐龙？哪里有？这里有恐龙，很像侏罗纪公园。哇，像鸵鸟，那是鸭子吧？健康步道，完蛋，不可能，健康步道了。哎，来，翔哥，不要躲，来，翔哥，不要躲，别想跑。为了感谢你们，我们准备了两个。我们准备两个工作项目给你们，一个是巡山，然后一个是修枝。等一下，一个是巡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修枝。那想必巡山就是轻松的喽。翔哥，你挑一个陪你巡山好了。你很聪明哎。龟龟走很远，没有，不会，两个台阶而已，不要骗我，没有。跟你讲，巡山一定是比较好的，不会，真的。巡山一直绕，不会。巡山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呢？巡山是好的。
我想要巡山啊！你想去对不对？我们其他人数只，好不好？数到跟我去。对，数到跟他去。最多五只，五十、十四、十六、二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四，最多三只，二三五七十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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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中是跟女生走。Go, go, go. 巡山需要多久的时间啊？不一定要一台步道啊，如果说有状况的话，也都是要处理，所以时间上面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老师，你都是开这台车去？这样绕吗？没有，我们都是走路，用走的。对对 对, 對、啊。嗯，这边是我们的专业标本区。嗯哦。就是把世界各国的，还有我们自己延伸的，那个都送到这边来。这是赏鸟步道入口。哦。赏鸟步道。从这边呢。候鸟，候鸟是最浪漫的动物。对对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蜜蜂。嗯。为什么？哦，哎哎哎，小心！对，往前山。哦，那怎么对？哎，不可以带走。哦，哦，这个是林下产物哈，都是归公家的财产，所以我们不能捡，因为它可以回归这个大自然。啊，如果你捡了，就可能会触犯法律。所以这个也是在你们的工作里面的。对，我们要劝导，嘿，要劝导，嘿，让它不要，因为它有香气。哎、欸，啊，我们把这些木头弄下来，我们利用，然后它锯下来的木屑哦、喔，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步道上面的那个铺垫。啊、嗯、啊、嗯欸。所以走过每一条步道哦、喔，都会有不同的味道。自然的香味。是，森林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走。不可以带走。不能。哎、欸，只有摄影可以带走，脚步留下来，其他的都不要留。东西可以，赶快多吸几口。欸、啊，摄影带走就哎、欸，啊，其他东西不要拿。欸、好。好。我们现在要去巡山了。所以来这边砍树都会像这样子，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危险的、有余力的，我们就会处理。高空弹跳。所以等一下浩哥他们会在上面。所以修枝就这个哦。天哪，这太可怕了。它的枝好粗哦。我们有另外一组队员，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是是，就是这个工作，是是。他们没有爬那么高。你哥还不会，我刚想说。老天爷要我来，他让我两次中。这边的话，我们70%是柳杉。对。柳杉的那个精油出来的话，会让你 relax。哦。等一下，我们要去银杏林这边。哦，修银杏啊？不是修银杏，我们修的是水杉。哦，水杉。对哈。树、大有枯枝，它哪时候掉下来打到不知道。对，我们是安全最重要，所以要戴帽子。然后等一下，如果是小的枝条，我们就是用枝剪。大一点的枝条呢，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锯子。对，那通常修枝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它因为它长的过程，它都会有分枝，会有分叉。但是如果你分叉太多，它就会懒惰，它就不长高了。哎，它只有上面可以光合作用，所以它就会逼着它长大。对对对对。那修下来这些树枝，我们也会拿来做利用。这一片里面大概不多啦，大概100多棵而已。好，一百多棵要修多久？就是我的学生20几个学生一个早上就结束了。20几个、哦、我们只有10棵。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这样子，我们至少每一个人要修一棵树。好，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带，就是手机。我需要你们跟他照相。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and with you. OK OK。那要修多高呢？通常会一棵树的一半。剪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树跟枝条挡出来的地方，它有个交界。专业的术语叫枝皮脊梁。如果我们修太里面，就贴平修的话，它未来它长大，它的伤口没办法包覆，没办法愈合，就会一个洞。了解。那未来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可能就重蛀啦，这一棵树就倒了，就不健康。就不健康。那修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个枝皮脊梁的外侧，就这样把它给剪下去。嗯。丢地上的话，我们会尽量是丢在树头旁边，让它原来这些养分，它如果在环境当中分解的时候，它养分又回归给它。好好好。这里。来。
这个就是活结了。对，这个就是活结。元豪应该很会用锯子，对不对？两次就断了。内行。啊，好。但是放这边弄得不好的话，它会剥皮。哦，是。对，它如果掉下来，它会整个环剥，那它树就会受伤了。哎，第二次的时候，如果还是很重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先锯一个口。让它裂开的时候，老师，你看你在讲解，他已经修完，你今天可以给他六棵树了。你好快哦，安排他六棵树。这样子好了，等一下你们就三一个人一棵树就三棵嘛，剩下97棵就交给他。好，没问题。你是一动手就停不下来。对对对对对。好，可以哦，这样可以。对对，要加速哈，不要停。哎，好，对。对，开始。其实这个就蛮漂亮的了，对，老师是可以的，你可以夸奖我没有关系。你要说他好棒棒这样，好棒棒，哇，对对，他就是需要这样子的，需要这样子，啊，好好好，老师我可以负责两个，你也会，这个落差真大。大概我们的修法大概就是会这样，翔哥一人三只，这个小的跟这个前面的给你包了，啊，后面的比较远的深山里面的我们去了。刚刚老师明明说一人一只就好，他不是说三只，他说一人一只，哦，一只，然后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三只，你97只，哦，对对对对，那我先去了，你们慢慢看的。好啊，这边就是观景步道哈，往那个草坪区的啊里面哈，我们的步道有那个水泥的，也有木头的，啊，也有像刚刚那个铺那个木屑的，所以各种难度都有，对，那个叫铺面哈，让我们游客走在不同的铺面上面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体验。是，那来这边爬山的人，你会有给他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讲不要喂食啦，不要乱丢。对，我们背上面都有写。是是是是，该带走的垃圾要记得。对，不要随便丢垃圾。这个就像我们讲的无痕山林了，这里是很多爱情的故事、浪漫的情怀都在这里发生，真的，不断的在发生，也在持续发生。哎呦，持续发生，持续发生，持续发生才会发生。我以为是除夕。哇哇，好酷哦！哇，好可怕哦！哇，好酷！哎，可以听得到那个，哔哔哔，感觉那个声音的感觉。现在会搭这个桥的人不多了，超酷！这像晃。哎呀，谁呀？这个竹子，再怎么样不能阻止我们的爱情。这个太软了。好，帅哦，修起来就很帅哦，哦，帅帅帅，这样你就可以心光合作用。这张要跟树讲话啊。哦哦哦。对啊，因为它也会痛哎。哦，了解。对。卡哇伊啊，翔哥好卡哇伊。就指那棵了，对不对？在森林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比如说像这里比较小颗的，这个叫咬人猫。咬人猫。对哈，去碰到它的时候会有刺痛的感觉。哦。对，就这个。对，嘿。教授，我修好了。你太快了。我们总经理已经修到忘我。他修了6棵了，还有91，91棵好。对，加油。我们下礼拜回来载你。我们要挑战高难度了，高难度的修枝的方法。好，这一棵。对，这一棵。这怎么有办法？旁边这一个，你看它的那个，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那个叶子？但它像一片一片的扇子，对不对？啊。这个叫红块。这就红块，传说中的红块。哇哦。那要把它修掉的话，帮它这个地方上一个缺口。是有因为有这个缺口，这个皮子会断到这里。嗯。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它的外侧就要开始锯。这个这么粗哎、欸！有了有了，哇，整根的。这个就是大棵的树，你看修完之后，空间就慢慢让出来了。老师，我们可以闻闻看它的味道吗？可以啊，它就会有 Meliki 的味道，就是 Meliki 会有红块的味道。哦，跟我们以往闻的那个 Hinoki 是不同的气味。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味道，这比较轻呢，比较清淡一点。像拔蜡的感觉，你整个都进去了，你的鼻子，拔蜡的味道，整只插进去鼻孔里，拔蜡的味道，拔蜡，块木怎么会是拔蜡的味道？你要整个塞进去，像翔哥这样。
这个我觉得水分太多了，所以还不够香。哦，对啊，它没有，它没有炼出来。对对对对，那个没有浓度没有。好，然后再外侧一点，这里好不好？好，可以开始锯了，开始加油，拉回来啊。有了，进去了。好，开始开始。对，很好。嘴巴合起来，不要吃素啊。好，要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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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速，来了，来了，加油，很酸，我很酸，教练，加油，啊，五八，所以你看它裂的位置是不是刚好在你切口的位置，对不对？对，皮就不会一直裂，就撕裂伤一路裂下来，漂亮，很棒，很棒，很棒，谢谢。但是那个最后哦，要撑住。一定要加速到底，加速到底哈！要加速哦，还没啦，还没到底。哦，你用这个这么细，你这个这么细，啊，对对对，我帮你做好了。小的，乖啊，这样，干嘛要乖啊？我干嘛要乖啊？哎，这是弹弓，也可以哦，可以，比较简单。这一根很久哦，很久，啊、很久，可能要。翔哥，翔哥，五分钟的给你好不好？你不可以一开始就放弃，我们对你有信心。等一下，要闪一下吗？是要小心。好的，可以。我有了，小心，小心，来了，来了，来了，加速，加速，加速！传说中的加速男，加速男来了！哇哇哇！耶！哇！哎，全带给你干嘛？这只更粗，你不要把我打，这是不是？我先休息，我先休息。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下杯垫，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工啊。哎，我觉得我蛮适合来森林上班的啊，真的呢。对啊，欲罢不能。改天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巡山，巡山可以，然后去修枝，哎。还是寒假，可是我下次老可以自带工具吗？老师说去放松后拉力，对不对？对，维持稳定的速度，不能停。老师在切跟我们就不一样，老师的速度就是他那个木屑很平稳，平稳的喷了出来，很顺。而且老师在切都不太会累的，你看老师都没有在喘的感觉。而且老师一次可以切四个杯垫，我拼了，把不好的地方先切掉，你看就平整了。我看能不能切面，哇，哇，就不一样了哈，这就超漂亮的。对，其实事实上要做杯垫的话，我们会把这一段的木材先干燥，它来慢慢释放水分之后做出来，它比较不会裂。那要自己锯一个，浩哥，好，你也帮我锯一个，我帮你踩着了，我现在手不方便，剪刀石头布，我不。他们两个锯啊，我帮你们踩。你们两个猪哎！黄金左手，黄金左手，大联盟的杯垫哦！哇哇哇哇！很好，很好，很好！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快到！哦，有了！救援成功！老师，我隐形弹个夹哦。加速了，加速了，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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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哇塞，漂亮，喷到这边去了，你怎么可以喷这么远？对啊，我只能说应该是年轻，老师看到十米吗？还好我有戴安全帽，加速就，我现在要把护目镜放下来，教授差点喷到你的眼睛呢，慢慢来。看看为什么是蓝色？有经验的就知道哈，对，很好很好，好像在拉那个小提琴。对，想给锯得很好哎，那你顺便帮那个莎莎、立冬，还有那个鬼鬼，不要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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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不想乱喷。很好，漂亮，翔哥继续，翔哥，翔哥继续，翔哥，你的杯垫用低的。加油啊！加油！手好酸哦，老师，不能停，快！你们怎么有办法都不停？老师手不会酸呐，对，你们怎么有办法都不停？速度不用快，但要持久。加油！我上面要放我的红酒杯，刚刚好，红块上放红，你可以切两块。我手好酸哦，老师，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坚持到底。你只有到一半而已。
你只有做一半而已。好，加油，还有另外一半。我一定要成功。已经超过了，超过了。我一定要成功。浩子，我帮你锯，你请我喝红酒啦。我要自己锯，自己喝，自己锯自己。啊！加速！你要加速！妈的，你们素人二人组真的很扯哎。张立东假笑，这里假锯。我快变悲剧。九成的快可以喷了。手废掉了。加速，要加速了。加速十秒就断了。加速。对，有。再来，不要停。跟油耗一样。五秒。加速。来了。你不能自己游出去。你哪有这样游出去？我还想要跟你比啊！你这样好威哦！你这样好威。如果说你觉得你是庸咖的，要走不到的，哦，从这个地方走出去，就会到我们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吊桥，叫翠虹桥。老师，你这样讲是要我们走吗？要走可以、啊，还是要不要都可以？不要、啊。不要走的话，就从这边走。老师就休息了啊！你们要循这条路哦。对。不，我不听老师的。没有，老师。你是老师吗？老师。你不要听他们的操控，你把耳朵捂起来，老师耳朵捂起来。你想要我们要跟你一起，对不对？一起。然后你要休息，我们就休息。对啊，你是不是想吃冰？不用休息，我们。各位左这一段哈，洗手间在下面。他说各位，没有包括他。嗨，你们好。嗨，你们好。大家好。你们是什么学校？基隆。基隆哦。基隆。在哪里？基隆的戏子。戏哎呦哦哦哦哦，我东湖哎，我们的背写什么？你们念出来。但如果看到垃圾，可以随手捡一下哦。自己带的垃圾当然一定要捡走哈。好。你们好，嗨，营业中。嗨，营业中。你们好。我们来宣导，不要那个喂食野生动物了。谢谢，以后也不可以喂哦，不是今天而已哦。OK。谢谢你们。小心哦，下次见。Hello。我们是嗨营业中的导览。好，可以，谢谢，讲。我们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讲，看我们的背后。我们背说什么？念出来。很棒。很棒。然后在路边看到小花、小草都不可以采回家，知道吗？不可以带回家哦。你这个花是哦自己的，很好。很好。垃圾，不要乱丢垃圾哦！宣导。巡山员。我觉得巡山这个事情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大家爱护这个森林才会有好的环境，而且这个森林对我们来讲真的蛮重要的，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空气啊，然后我们经常看到人啊、风景啊，然后可能那些小动物都是我们很美好的象征，但我觉得空气超好的，这件事情很棒，然后很喜欢这样。我们回来垦丁了，耶！奇怪，到现在都还没有发任务卡哎。请为垦丁国小全校师生准备营养美味的餐点吧。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厨房。你们没有厨房？你们没有厨房？你们只有那两个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那个灶。你们还有一组要去。SUV， 一个去玩，一个留下来工作。快点让我落水一次，快点！百战百胜。我给他生就好，你赶快把那些皮削一削。你就生一个了，赶快把另外一个也生起来了。去洗萝卜吧。我跟你讲，你去洗一洗。剪刀手布。你们两个不要这样，我要去玩 SUV 了哦。教练，不要随便翘脚。大家有的多么开心，那边应该火有升起来吧？你们生火到底在干嘛？哪有人家木？你切你的，你不要管我们，好不好？啊，你木头放这样，我锅那不是我丢的，我等一下会升给你，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在，你先不要管。那个火真的威力不够强，我觉得硬的啊。是吗？国哥，你骗我，这哪有滚？我们真的要吃下午茶的啦！快，我们的同伴好像需要我们。你们不用来，你们去那边排队就好了。你不要生气啦！你们跟我来小门口。而且是鬼鬼最爱的。Hello。帅哥！帅哥来了。然后现在他走了，他不要去别的旅游节目算了，来我们这边干嘛？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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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ill love you。没有在一起的缘分，也容不下任何人，就这么靠着，什么什么。
着。